练健康，握力纠察队。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握力是什么。握力顾名思义就是做有握的动作时所产生的力量，不是这个。握力简单来说是全身肌力的替代指标。根据 Darrow 2015的握力研究提到，握力下降5公斤，死亡率、心脏疾病死亡率、中风几率、罹患心肌梗塞几率皆会增加，并且可以得知是否有过度训练以及睡眠不足的情况发生。总而言之，握力是一个简单测量、代表性高、测验时间短的一个良好肌力替代的指标。上面是握力长模，为握力纠察队判断你厉不厉害、健不健康的标准。我们所使用的握力器是研究等级的握力器。我是养羊教练，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中正纪念堂，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其他人去测我们的握力。刚才找到了这对那个北北，然后阿姨，我姓吴，吴，那我理事长，吴理事长，我姓宪，宪，你跟几岁？63岁，63岁，59，59岁，就是有孙子这样。可以，我一次可以举两个。对，每天都在公园运动跳舞。我每次我跳舞，他没有了。高龄或者是长辈的话，就是容易会有肌少症，肌肉流失嘛。对，没错。那肌肉流失的话，就是会需要多运动，对，然后重训，对。那你可以选一位，你想要和谁去 PK 这样？我选你好了。选我吗 ？OK。好，那就一起都是我这样。好，好，我先。哎，就一直捏到最用力，然后没办法再用力之后，它会停到一个数值。对对，好，哎，47.6，对。男生大概40是健康的，那等下换北北，可以吗？开始，好，开始。哎，好，停。很健康哎，64岁，然后有34公斤，其实算还蛮健康的这样。阿姨有在跳舞啊，可能会比较健康。好，用力握。哎 ，OK， 好。停，这样是23.8。其实男女也会有差别，就是男生一定会比较好。是我们的那个奖品，就是Much later。谢谢。我们邀请到这位，就是在这里雇冰淇淋车的那个小哥。我叫蔡同学，我刚毕业，是中山医学大学的。我是打校队的。我每天会做伏地挺身。伏地挺身有上过健身房还是？偶尔去一下，就是随便摸一下。那你有想要找我们这里哪一个人去做 PK 吗？那就你好了。我吗 ？OK。捏到最紧。好。然后捏到最紧，它的数值就不会往上了，那就停下来。那就会有一个数字在。好，现在换蔡同学。哎，蔡同学，3、2、1 ，Go！ 哎，我靠！靠腰！啊，打趴打趴！啊，打趴打趴！我每天会做伏地挺身。拜拜。这里，然后找到这位从那个香港来，我叫大俊，香港的公务员。我平常在香港每天都会每天走进大俊去和我们测握力，然后等一下你可以选我们四位，看你要和哪位 PK。我选这个啦。那你知道说握力其实和身体的健康是有密切的关系，这样，对，所以我们就会测握力，因为你身体越强壮，其实你握力就会越高，对。多少？67.8。好，等一下，要开始吗 ？OK， 好，开始。有在，还有力吗？快继续！哎呦啊，停停。OK， 我真的，哎，这样很厉害了，只有他超过你而已，57.3，对不对？对，真的这样很难发力的。那好，哇，对，非常厉害，57.3，所有一把破天。对，他，对，不会，他等下也是给你，哎，谢谢大俊，拜拜。其实那个我从政大毕业很久了，所以待毕业几个月，所以其实我的英文已经一塌糊涂了。And what's your name? Josh. Josh. Which person do you want to choose? To challenge. Challenge. You. You. Okay. Okay. And or left hand. Okay. And you will use right hands. Yeah.
Oh, my question was 53.2, and then you. Oh, stretch. Yes. Oh.兄弟是 Josh 的握力是 69.7 啊 Mary do you even lift or go to gym to train? I go to the gym. How often? At least 3-4 times a week. And what do you do? Workouts? Arms, back, chest, abs, legs, everything. Just compound movements? Oh yes, of course, yeah. 那刚才 Josh 他的握力是69.7，就直接吊打我了。果然是外国人就是厉害，尤其是黑人基因真的是非常优良。然后 Josh 他也有平常有做重训的习惯，所以因此可能他的握力也会那么高。那今天我们就给他送他我们两包乳清，耶！哎，谢谢，谢谢，谢谢，拜拜。那我们找到这位刚才在慢跑的伯伯，然后邀请他和我们一起去测握力。我叫 Cam， 我今年58岁。58岁。我在做研究，马拉松吧。马拉松。10K 吧。然后等一下我们这有4个人嘛，然后你可以任选一个，就是和他 PK 这样。我已经选好了。对。选谁？谁？我选那个摄影师。摄影师，好。等一下就帮我手这样伸直，然后捏在这里，该 day lucky， 对，就直接捏到最紧就好。哦，你们都很强啊。对。哎 ，OK， 49.8。那我们汤米的话，他摄影师他是49.8公斤，你是右撇子吗？哎，是。对，然后等一下帮我把手伸直。他是这里最弱的，对不对？好，用力 day lucky， 捏下去。好，北北，加油！三，这还可以吗？啊！那滑掉了啦，那大家可以，你要甩一甩再试一次嘛，接近的，可以稍微修一下，然后甩一下手，因为人体需要恢复这样，甩一下，对，强了，做好准备，这里有擦好吗？擦一下，设定好，好，开始，等你捏，十几，哎，好 ，OK， 应该差不多，约，好了，哎，拜，没办法了，没办法，对，那得。肌肉呢？拜托，那等一下就给北北一包我们这个乳清，谢谢。那其实我们47.5公斤，其实是非常健康，以我们有测过蛮多长辈的握力这样。哎、欸，谢谢北北。现在在东区，那找到这一位，看那个他穿是 John Cena You Can See Me 的 T 恤。哎、欸，小郭就好，今年27，今年20，然后从事餐饮，大概一个礼拜4-5天吧，重训比较多、欸，重训比较多，对，卧推那些基本的。哦、那等一下你可以从我们三个之中挑选一个，就是要和你 PK。对，一定是不敢挑他的、啊，直接挑他。要挑谁？就是我们会测握力。挑那个看起来最瘦的、啊。OK， 那汤米，帮我按一下，对，按到最紧。对，好。OK， 然后他的握力是51.9公斤，然后用力的去捏他，捏吗？对，开始，好，哦，对，一般男性的话大概40以上，对，就是健康，那这样就超出标准很多。我们今天在东区，然后找到两位可爱的小妹妹，韦小姐吧，阿里就好。阿里，韦小姐和阿里，我指张树高职。OK， 就是一般体育课。一般体育课。对，一般体育课。老师会逼。老师会逼。会运动。真的会运动。找我们任何人一个人 PK， 我们两个加起来，或者是对。这个汤米 ，OK， 这是我们的摄影，看起来是因为看起来最瘦吗？应该吧。哦，应该。可以握了，可以握了。OK， 这样是48.1。好，用力捏。哎、欸，还蛮厉害的。OK， 要照镜吗？24.8。好，用力捏爆。对。啊、哦，有27.2，这样加起来是有超过。你们一人一包，这个是乳清蛋白，这样它就是比较多蛋白质的牛奶，可以这样理解。然后找到这一位可爱的情侣，你叫我欧文就好了。
叫我 Penny。2626。26。自由业。公务人员。公务人员。解一下。每天晚上都会练自己的握力啊。讲清楚一点。跟女朋友互练啊，就这样互相握手，握力，握力。大家可以选择我们任何一个人 PK。Jack 来。真的吗？好。好。有错啊，有错啊。这个是6-7.9公斤，你很会抠哦。来，我们的欧文是几公斤？6-7.9。手每天都有练。3-9.2，就是滑掉了。要不要再一次？滑掉了，油枪滑掉。你是用？好好好好，那我先来，现在就先来。51.2，用你捏它，看一下。好，算了。所以我们女性是大于是30公斤的话，就是蛮厉害，算健康。对，那我再试好了，好，再试一下。背包了，我练一下，练一下，练习，练习一下。会，你又滑掉了。等下我发手势，超跑。OK 了，停了。35.4，好，真的。然后好好照顾一下他，看一下帮他煮东西或者什么。对，可以多来练健康重训。来练健康。对对对。练滑鼠。好，是这样啊，我都练这样了。我练一下，练一下。对，这是因为江西雅关系。对 ，You can see me。你想要找谁看你比赛？我可以找摄影师吗？他看起来好弱。看个咒语之类的。可以可以可以。月亮神力量变身。